29RW， 那么这个是2016年的这个一支新品。那么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样一款琴。那么首先呢，它是这种圆尖的 Granite， 圆尖的地筒型，它的有效线长呢差不多在630毫米左右。那么面板呢采用的是 AA 级的 Sitka Spruce 西迪卡的云杉的单板，它的背侧板呢采用的是 Rosewood 玫瑰木，也就是我们这支型号为什么叫 J292W 就是 Rosewood 的这个简写。红色的这个红灰色的护板，传统的琴码 Traditional， 它的琴码和指板都是采用玫瑰木的这个配置，琴颈呢采用的是 Mahogany 桃花心木，琴头标准的 Gibson 的琴头，同时在我们这个调节的盖板上有2016年的字样。卷弦器呢采用的是标准的 Groover 的这个全封闭的卷弦器，整支琴从琴颈背侧板到面板都是采用的 glass 亮光的这种工艺。那么云杉搭配玫瑰木，相对来说它的声音是非常的清晰，它的声音是属于微笑型的声音。那么下面让我们来听一听吧。